理性思维，自我反思，全马首创的佛教时事论坛，我们约定佛山论剑。全马首创佛教反思，交流激荡，你谈我谈大家谈。大家好，我是俊达。我是郑威。我是建荣。对，我是哲宗。我是祖峰。我们上个星期呢，我们就谈到说，在这个古老跟现代之间，我们看到好像是有这个价值取向的不一样。比如讲说，在古代的我们比较强调尊重师长啦，依止师长啦。那在现今的这个思维模式呢，我们比较会在意说我有没有足够的观察能力啦、分析能力啦、批判能力。那在这两个价值观，我们不能够讲说哪一个优越于哪一个，我们也不能讲说我们甚至不能够讲说尊重师长是过时的，不应该再尊重师长的。那可是在这两个不同的价值观看似像是矛盾的这个价值观里面，我们在佛教徒的学习的道路上应该怎么去处理，听听大家的意见。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确实呢，就是说比方说好像上一集我们有讲到一些比方说在藏传他要去所谓的审批一个师父了，所谓的审批一个师父，很多时候是口碑的，就是听大家讲，就是哪个师父好，哪个师父好，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去找了。那么我也相信在，假如我们看回古人的那些，就我们记录这些古代的祖师的那些故事呢，多多少少都混有一些比较好像神话的一些元素在里面。那么这个我也明白为什么，就是说因为在那个年代，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叫做 marketing。就是他需要有这样的那个东西那么所谓的那个群众才会好像说我们用回佛教的俗语，就是起那个性才会这样子。但是这一个东西可能在我的意思说到了今天呢还能不能用呢？我觉得其实还能够用，但是不能够再用回原有的这个模式。他有同样的目的，但是不能够用回同样的那个方法来操作了。我举个一些简单的一些例子就是说假如大家有读过佛陀的故事佛陀本身的那个故事，假如我们对比另外一个当年跟佛陀同一时期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外道了 ,OK, 的那个大师，就是那个叫大雄，就是 Mahavira。他们出生的故事是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也是第四天没有王子，对，那边投胎下来，然后王子，然后呢又出去了那一类的。所以真的印度有两个这样的那个国度，又有两个这样的王子，又有两个这样的又是那个整个那个生长的过程也是很接近了。真的是这样吗？那么用回我们现代的那批判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不一定。但是我们要看回他的目的，原本的那目的是什么呢？原本的目的可能就是他简单的说就是要人家有那个信心。那么我们看回今天的时候呢，我们对于那个老师或者对那个教法不错是要有信心的，但是这个信心的那个建立的那个据点可能跟以前的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我们需要说那个人是某某什么地方转世过来的，所以我们才要相信他，这个是可能以前的那个做法。但是现在我们要看的呢假如是在了这个叫文明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可能的那个据点就要改，不再是这个人的来历是什么，不再是这个，而可能是这个人的那个叫做他的那个学问上的修养是怎么样，他的那个修持的那个程度到底又是怎么样从这或者他的那个他的戒行又怎么样，从这边为那个据点呢来起信好过于就是古代。所以刚才我是认同俊达兄所讲的呢，就是说其实他没有矛盾，只不过他的那个方式不能够再用回以前的那种方式来呈现了这个是我的看法。我觉得现代人最适合用的一句话就是以法为师，以智为光。最好的老师还是必须要回到佛法本身，然后最好的皈依还是我们自行三宝，以智为光。所以你把握这一点之后，我觉得其他的都不大概是会是很多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你提的是智一子，法一子，对，莫一子对。还有就是说你把老师当作朋友啊，我觉得僧宝，我比较喜欢把僧宝翻译成道侣或者法友，他可以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一个师长，你尊敬他，可是你会还是会觉得有些东西你可以提供给他的，
他一些东西还是必须要跟你学习，比如说世间法，可能是出世间法懂得多，世间法我可以给他一些知识啊，一些传授啊，一些 tips 还是什么这样子，所以这样就能够教学相长哦，水涨船高，我觉得这个是蛮健康的现代化的一个做法。整位你提到一师一友，我就记得德董你在提到达摩南陀长老的时候，你也提到你跟他的身份是一师一友，可能你可以提一提你跟长老的这个典故，让我们去看一下一代的马来西亚的非常受尊重的一位长老是怎么样子跟他的学生相处，或者你怎么样跟长老相处跟学习的。我们必须把他当作是一个老师，但是他很自然的会把我们当作是他的朋友。嗯，真好。比如说我跟他说我要回家去看我爸爸妈妈，我爸爸生病我要去看嘛，他就静悄悄走到房间去，后面就去拿一泡瓶水出来，他说这杯水呢我每天念经念了不是大悲咒啊几年了，他没有讲什么经，他不是大悲咒啊，叫你绝对不是，你拿回去给你的爸爸喝，可能有效啊，这样这个真的是一个亦师亦友咯，他真的是guess就你会感到那个心意对不对，是他那种温暖，那种慈爱啊，就是说照顾你啊，这样我可以想象，对啊，所以师徒之间这种良好的关系可以建立起来，对啊，那么我们也不会讨论啊那些什么人事纠纷啊，什么 share market 啊或者是某某政治人物跟某某政治人物在斗争什么东西，都不谈这些东西啊，所以这是我们学法的人的处事办法态度了。刚才讲回那个价值观的问题，我想古代的传统的佛教价值我们不能够说它跟现在有什么冲突，而是那个时代他们重视那个价值，那么这个时代呢这个价值其实是人本的价值来的，我们照样还是很重视这些价值啊，不是像不过现在我们又有一批新的适合这个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些价值的浮现，那么我们也要重视这个价值了。那么有时候呢我们看似矛盾，其实它是没有矛盾的，但是我们必须懂得怎样去拿捏来处理它。比如说我们遵从一个师长，可是那个师长呢我们传统价值说我们遵从师长，那个师长告诉我们有修行就不会有生病，嗯 ,OK, 你有生病是因为你没有修行。但是你会不会说因为我遵从这个师长我一定要听这一句话，假如以现在的这个所谓价值观来说，我们必须懂得去评判，用你的头脑去想一下，我们的例句来分享，我会 say use your common sense 啦，对，这个 sense no common use, 不用叫人家来告诉你哪样东西是对还是错的，你自己不会评判吗？你自己不会界定吗？对，这些就是最近我就是看到，比方说在可能在台北有台风啊还是怎么样子，不是台香港那边有台风，就会有一些宗教团体本地的外国的也有，就是会无端端就举出了一个以前的一位已经往生的一位汉传法师，因为他讲过什么，只要你们那个国家有人念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咒，我不讲啊，我不讲，不讲了吧，不讲那个咒啊，是那个 XX 咒啊，结果那个国家就不会有这种灾难。那么我一看啊，其实我一看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是很想跟他们讲，这样子你们很没有慈悲心，你们应该全部移民过去香港那边，全部人在那边念啊。这个是就好像刚才达董说的是 common sense 来的，这个是 OK 啊，这一种的东西真的，我的意思是说，佛教徒到了今天一个标榜智慧的一个宗教啊，到了今天啊，在一个叫做资讯时代、资讯网络、资讯这么发达的时代呢，还要因为一个老法师讲过一种这样的话，那个老法师曾经讲过，他住的地方不会有地震的。那么这一种呢这一种呢我的意思说不错，你可以很崇拜你的师父，但是我的意思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告诉其他的宗教你这个宗教是标榜智慧吗？当你这样讲了，说只要那个国家有人念这个咒就不会有那些天灾人祸，这样子了，是打了自己多少个嘴巴，OK, 但是特别要小心这一种的他们也是自称自己是正信的佛教信徒了，特别要小心这一种的信徒呢，就是只要你稍微的直问，还不到批判了，只是问一下 OK, 这种问题呢肯定会得到很多很恶意的那种叫做谩骂，那些反击一定会有。
啊，这个是他说你造口业了。对，这个是很现实的，很现实的一个现象来的。这个是打岔一下，刚才建勇师兄所说的那位杜伦法师讲过的话，我这个称我讲这个称会很少人知道吧？知道了。其实卢生烟也讲过，冰城的杜伦啊，卢生烟也讲过。是是是，我住的地方不会有天灾地震，会有地震。对，好了，两个师长都说过。那你说人家是护佛外道，你是佛门正道，怎么分？第二，两个人讲过的话，如果你去质疑，他们的弟子都会反驳，而且反驳的方式同样无知，嗯哼，同样无理。我那怎么分出来？我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真心的佛教传统真心话喜欢批判人家说 ，OK， 拜自己的模型、自己的像，到那边给人家拜。可是我们真心佛教圈子有一个。有一个团体或者一个山头，就把他们的立教的，可以说是教主嘛，因为开宗立派了嘛，称之为宇宙大觉者。呀，可是我们传统佛教一般很少会跟他说 no， 我们拒绝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真心的佛教圈子出现。一般我们都是默默的，哎，我们知道是不对，可是我们不好意思，他毕竟是我们的一份子，我们不去批判他。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佛教界出现的一个现象。正里面有邪，有不对的地方，邪里面好像又有正确的地方。因为他如果慈善事业做那么大的话，我们怎么能批判？批判好像批判回我们自己。可是你说啊，什么都不做吗？又不是哦，他这的确是有贡献，有贡献之间有些地方做不对，所以这个要怎么拿捏的准，怎么批判的到位，这个是我们需要考量的问题。你要讲武侠小说吗？我且佛教界武侠小说好像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对对对，其实我从来不会去抹杀一个人所做过的那些功劳，我们不需要抹杀那个人的功劳，是是，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他有这个功劳他不对的地方而没有给予一个叫做公道的一个批判。嗯 我觉得假如这个东西是有是不对的话，就所以这个当然也像刚才真威师兄所提的那一个山头啊，当然我批判过的时候呢，也是有人会讲，其实也会有人会骂我们嘛。就是我一做这一种的批评的时候，骂我的时候，就我其实也是提醒他，我说我没有否定过他帮人的那些所谓的功劳，也还是至于他帮人的功劳背后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那个我先不管。但是我没有否定过这一个东西 ，OK。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人对那个社会有贡献，我们能够准许这个人呢啊杀人放火，然后就是说因为他帮过很多人了，就把他现在只杀一个人而已了，对，然后我们就放过他，对对对，能这样吗？啊，这个不要讲佛教能不能，就算连世间法的最简单的就是啊人间的那个法治的那个精神都没有了，啊，这个还像话吗？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自我批判，佛教界能够自我批判的话，也避免别人说我们双重标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在批判的时候，不是全盘的否定，也不是全盘的接受，而是以事论事，以理论理，对这样的情况来处理。批判本来是这样子啊，是理性客观的，不抹杀其贡献，但不会回避他的破坏。我觉得君长你刚才说的在尊重师长跟批判理性批判之间，我们真的好像他都讲了不需要说哎舍意就不要当那个。我觉得我还是相信 Ken 会不会讲的未来的佛教或者现在进行式的佛教应该是整合的 integration 的 integrated 哈，就是说他既包容又超越，他可以包含尊重，他有尊重师长里面，可是他又可以理性批判。我觉得这两个可以是一起并存的，不需要拿一个就丢掉另外一个，不需要这样。或者简单而言，如果有关的师长做到经典赋予他的要求，那我们尊敬啊。对，而且他人执合一吗？而且如果这个团体和这个师长他接受批判之后，他有没有反省的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说每一个团体啊，每一个师长或者每一个组织领导人，他有没有聆听的这种雅量？别人批判我了，而且我不有对的地方，哎，如果是批判对我就改了，我不对的我也可以做出，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做出澄清，做出一些理清，然后调整一下我的步伐。这些组织佛教组织在不断膨胀不断扩展它的势力的时候是需要反思的一个地方。我是在想说有些时候我宁可选择相信这些大师级人物他绝对有聆听的雅量，只不过我在怀疑的就是说讯息会不会传到他耳中，他的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的弟子会不会，因为他们可能也不会直接去接触这些的资料跟资讯，
讯息是不是其实没有办法传到他的这个他的耳朵里面的。就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子哦，最近我在面子书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评论，他说，哎，是面子书吗还是 WhatsApp 我忘记了，我看到这样一个评论，就是这个习近平他到访一个渔村的时候呢，就看到哇他们的渔获是非常好啦等等，那有人讲说这个是之前就已经找了一般人练习过的，因为他们穿的制服他们穿的衣服都很统一啊等等啊，那全部都已经是那些鱼呢其实已经是养在那个网里面了的，做一场戏给习近平看罢了的。那这里我当时我就想是他现在尊为一国之主，啊，他是中国最高的这个掌权人，他得到的有关中国的讯息，嗯，是真的讯息，还是被他的二线三线给过滤过的？嗯，那同样的，我们今天看佛教的这个大德们、大师级的人物们，嗯，他们接受到的讯息，他们还有没有机会接受到对他的批判？这个是我很大的疑问来的了。我觉得是这样。OK， 有两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不想得到这个讯息，一个是他不能得到讯息，就是说下面已经把那个讯息已经消灭掉、消音了。嗯，我觉得不管是这两种情况的，都是他的选择。如果他今天真的不能够得到讯息，那也是他自己选择造出的一个很有层次性的过滤，也是他的一种选择。我觉得总而言之，这个人我们需要他听到讯息，这个佛教团体领导人、大师也好、上人也好，他是选择今天的局面，应该是他的选择。间接或非间接的造成，直接或非直接所造成一种结果。我换句话说，他一定有所选择的。如果是真哈，因为应该是，假如是可能是上一代的那些长老，就是上我的意思说已经差不多往生了七七八八的，有可能真的是会下二线三线的人会把它过滤掉。嗯，但是我觉得今天应该很难了，就是那个长老或者那个教主。他本身也有他的智能手机也好，他的电脑，就算没有电脑，他可能手机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呢，只要稍微刷一刷的话，很多资讯应该是有办法。他有他的知情权了，他要不要行使他的知情权，那就是他的选择，我觉得。不可能不知道了，是故意不知道。我应该这样讲。不看为敬，做领袖的有时候就是这样啦，那听很多风尘都很爽一下。我的意见这样子啊，选择性知道。如果他是政治经济领域的领袖。OK， 这种通常都是专制的后果，专制它封闭人民的嘴，人民的这个损失的信息沟通，同时也封闭自己。可是一个精明的专制领袖应该有第二第三条线知道情报的，如果他没有第二第三条线，他只是个专制的昏君。把这个概念放回宗教，我拿自己的一个例子哦，我以前是某个复佛外道团体的马来西亚的执行秘书，我在因为这个位置，所以我知道相当多的事情。当时我们一般志同道合的朋友都一直批判这个教派里面的一些传法者，几乎每个传法者都出问题。然后我们那时候解读就是这些传法者都是被墨考倒了。嗯，听众你注意啊，如果有人。一个教派跟你讲是魔考的，你注意一下，这个教派通常都是魔来的，我没有骗你的，用魔考用的最完整，其实来自于外教，不是佛教。如果佛教老师跟你讲是魔考，你即刻把它踢掉，对了，如果不用怀疑的。如果说你眼睛业障重呢？什么？如果说你眼睛业障重那个人，好，等一下我跟你讲，我先把这人讲完。我们当时解读就是，每一个传法者都被魔考。嗯。而也是信徒们，不是信众啊，用信徒们，嗯，这个业障深重，嗯，所以才看到这个现象。他两种状况写的，来描述的。可是越深入其中，也发现到所有的传法者可以乱来，是因为最高领导的那个人放纵，嗯，所以我们今天公司里面，如果看到经理都乱七八糟的。你不要想他的董事好到哪里去，这样简单。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教派呢，可能有身边有很多太监，很多弄臣权臣在搞风搞雨，会养出这么多权臣弄臣，因为这个皇上无能。嗯，这样简单而已。不要把师父当作是超人，他也不过是一个人，他的局限产生这一缺的。而且很多时候这种团体的突然扩张，然后组织化、跨国化，
还有他的那个那种所谓的宣传的文告先生，你都可以看到是这个人内心的反应来的，全部是他的投射来的，对对对，不要帮他洗罪，而且如果你认为这个时候是你眼睛有业障，真的是有业障，这个业愚笨之业障碍了你追求真相，我觉得这样子简单的，那都我们知道哦，在佛教里面，我们讲说，我们如果要从凡夫进入圣流的话，那我们就讲说有四流之，从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到法随法行。那佛陀在告诫我们，我们也知道说，佛陀跟阿难尊者的对话里面，佛陀跟阿难在谈话的时候，阿难尊者说：“哦，我清净善事就是凡恨成功了一半。”那佛陀说：“不是，清净善知识就是圆满的凡恨。”那这个清净善知识就是圆满凡恨，可是怎么样子才是如法的清净善知识？怎么样才是如法的恭敬师长？佛陀在这一块是怎么样子交接的？清净善知识这个在那个经典里面其实是有提到的，就是在那这个善知识，我们是讲卡里亚纳米达卡拉米达。那么我们一般上来说，我们就要知道对方是一个有没有智慧的人，有没有德行的人。善知识就是有智慧有德行的人，那么我们自己要去认识，自己要探索谁是哪一些有智慧有德行的人。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是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啊，其实很可以容易找得到。其实现在呢，我们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啊，很多是所谓护佛外道的啊，其实你看他们讲的东西其实是没有料的。所以你讲说智慧来讲啦，知识来讲都没有东西的。但是这东西反而很流行啊，就像快手面这东西很流行。但是那些大德啊，那些真正有智慧有道德行的师父啊，哇，长篇大论写了一大堆东西，好像你看印顺法师这样，又这样学问的人，这样才是真正有德行有智慧的人啊。反而认识人比较少，但是那些所谓这个护法一道的，他就讲几句，像几门功夫这样啊，很简单的东西罢了，就跟很多随从，就是简单听得懂的嘛，听得懂就是好的，听不懂就学到了。我从弘居士的那个观点呢、啊，发现一个点，就是其实所谓的护佛外道跟佛门大部分的老师其实言中同质化，都是简单宣传，号称一法可以解脱，而且所用的道具工具不管是咒和经，大部分都一样，所以难免大家分不清楚的。而且佛教徒如果要去分别去反击也更辛苦了，因为你一拳过去搞不好是气伤拳，自损八十，那没有意义的，一巴掌烧出去然后再打回自己，他转过来打自己的那个 boomerang 这样子啦Australia 的那个 boomerang 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我好像我们讲了那个师傅他可能是在你的善知识也好，你的师傅也好，可能他在所谓的那个处世所谓的处世法了可能是有成就，但是很多人我觉得很多的信徒是认为假如那个人假如他真的是已经得到这个解脱或者得到这个处世的成就的话，他理论上世间的那些智慧应该是有，你要清楚我就讲理论上啊，所以就变成会会有一些很完美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人既然是他是教我们可以解脱的，所以他应该是比我们更解，我不要讲他已经解脱了，他比我们这种普通人是更解脱的，所以他境界比我们更高。然后呢，但是不是代表一些世间的东西他就会比你处理的好呢？这个是不一定的。我们先假设他是已经可以不需要再转世了，我意思假如用南川的脚他已经可以解脱了我们用回很世间的角度去不要讲批判去看清楚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就算他是阿罗汉的话，是不是代表就是说有一个团体他一定会处理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是有保留的。 OK， 我们不要就是一厢情愿认为就是你只要一达到这边你什么就我们讲八山八海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做得到了。换句话说，你的师父你还可以认为他的那个可能解脱的那个法门你看了没有问题啊，你一
据那个经典去印证，没问题。你看他的德行也是没问题，不过他处理一些我不知道事件上的那东西出了问题，那么是不是代表就你就要放下你的那个法了？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我们现在现在的佛教徒跟以前呢，现在的佛教徒呢，有可能是要把那个叫做那个叫做那个人的修行和一些事件的那东西，不要把它混同，不要把它混同。有时候好像刚才我知道之前真慧师兄讲过，某一些那些藏传的活佛，他的那个方法，假如你真的是有研究过那个藏传的那些法义的话，你看他的方法其实是没有错的。他真的是照着那个方法，他也照着那个规矩来讲。不过你跟着这个方法，你会有成就吗？可能会。我为什么讲可能会呢？因为方法不是适合每一个人，你可能也会成就。但是呢，不代表呢，就是说，因为你看到你的师父，他犯了这个戒哦，还是怎么样，就表示这个法是不是不行了呢？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到底是依人还是依法了？所以这个也，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佛教徒的话，反而是有一些地方要理得更清。就不能够单纯只是靠那个性一个叫做性解形成，由性那边开始，可能有些地方可能要从解那边来开始了。我觉得是说不可以完美圣化我们的师长，把它完美化，把它绝对化，把它神圣化。也在美国西方有一个辩论，就是说 OK， 比如说你说我们说智慧啦，智慧会包括会不会包括世间法的知识，这他们有一个理辩，就是说如果你请一个佛陀一个阿罗汉或者大菩萨出现在你面前的话，他不需要学打羽毛球，他就打得比李宗伟更好吗？他不需要学驾车就能够驾车吗？这个很多很理辩。我觉得还是相信说，我们说智慧有尽所有知，如所有知的，我们不谈。我觉得暂时保持不可知比较好，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会以为哎，一个出家的大师会教我们怎么样保持婚姻幸福之道，他根本没有结过婚，明白吧？他怎么样叫我们保持美满幸福的婚姻？如果你还相信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比较有问题一点，明白吗？他没有实战经验，你明白意思吗？这个我就记得达摩南陀长老他写一本书叫 Why Worry， 他写了之后那本书非常受欢迎，因为他在教导信徒怎么去处理那本书很实际，他的问题我觉得那可是后来呢，他在写 Upgrade Version How to Live Without Fear and Worry， 然后他写完之后他就交给达豆交给几个人去看，然后我记得 Chief 讲When I give them the book to read, they give me more worries. 因为可能是长老想不到的在家人 的烦恼，那他们看到之后，他们提供给长老就更多的资料可以讲。好，那 why worries? 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反应这么快。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那下一个星期呢，我们继续会在家人可以扮演的角色这边再进一步的讨论，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